啊，所以这属于智慧，这都从经教上得来的。啊，长期经教的熏修，真的相信了，不再怀疑了，感应道教就形成。啊，有怀疑是最大的障碍，感应断掉了。啊，我们发射出去的这个波，佛菩萨接收到了，但是他那个波到我这里来，我真的有障碍。他知道我，我不知道他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帮我就有困难了。我发出去的没问题，他们能收到。他发给我的时候，我收不到，其实是收到，收到怎么好像我们的机器故障了，不灵，啊，没有感触。如果我们这个机器的身体、这身心没有故障，啊，他发射到我这来，我这很清楚，啊，什么没有故障呢？清净没有故障，平等没有故障，觉没有故障。啊，那我们有染污，有不平，有迷惑，这故障。啊，故障产生障碍呀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障碍不在外面的，在自己。在念头啊，啊，念头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力量？啊，为什么产生？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信心不够，始终都有怀疑。啊，信心真难呐，一点怀疑没有，这真心太难了。